办得好。你看对门门口这马杂菜多得很，这个把这掐下些子，那个马杂菜磨，马杂菜就来水，嘿嘿嘿嘿，累得很，这一门一下雨就累得不得了。搁市里可得几块钱一斤。对，这都菜这都吃不完的菜嘛，这下雨菜雨你这就上来了。你把这爬进你这就可上了。洗干净菜把它切碎，给里面放点芥末，给菜里面加入面粉，发酵粉，少加一点温水，然后加入温水，搅的没有干面粉了，将面揉好。锅是最香的，面发量配搭。好。九成香椿的份儿，老爸最爱吃这个，一口馍蘸一口凉丝，香。虽然这事就是加点酱醋，你要才叫个香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这样，对，高一点，对。你高一点，一我一发，背下一斜，馍都挤的，对。再自己整点麻子菜末菜都不要钱的菜，门口随便爬，一爬都弄不吃的，都爬几头。那可就是麻子菜上你买，买两块钱、三块钱，用完了洗发了用。那也说是整净粉就对，这就蚂蚁净粉还差多。嗯。你不好意思，你不好意思。啊，我你自己拉，对，我自己拉，对，来。阿姨，那打磨一下这笔勺。打勺的，你看。啊，哎呀，表现很。猜。这勺多少？这勺35分钟，对。锅盖上面粘个东西，这都不抛弃。哎呀，发这个大气，对对对。用呀，快吃。你吃了，妈妈看看可以喝完吗？人家都没吃的。你给我爸说，妈妈吧。好。这个季节这马的菜多得很。大家随手扒一下就可以吃到这麻子菜馍。菜多面少，虚的很。关键是它这前面老下雨，对吧？啊，这镜子也算，这算美。要不然你尝一口，关键是我虚的，虚很，一辈子完了。那是菜，这
面，对。